光吗？好美。午后。
照亮你凌乱头发，被你发现身上有一片蔚蓝。我是你努力的海，和你努力忍住的泪滴，我怎么也觉得有一点像。你占据的能量，就快拿下了梦想，你却常常忘了要为自己鼓掌。你像一闪烁的光，倒映着大家纷乱的模样，在沉闷的地方静静的探望。永远吧，你抛弃来时多么狠，你不要低估信念可以带你飞向远方，撑下了年纪的乐章，对得起你那些倔强，不孤单。都是在出单曲，那目前终于在筹备我的首张个人专辑了，很兴奋，很兴奋。那么其实自己也迫不及待，想要让大家听到一些新歌。
但是因为还是要广告专辑发，但是呢，那个广告里面呢有30秒的背景音乐呢，是我的新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，叫做《新宠》。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先听听看新歌的话，可以上我的 Facebook 哦。然后，请问你们有在用 IG 吗？那我可以请你们当我今天晚上 IG 的主角吗？好，每次都会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脸，现在当猫好了。好，那我会从我的左边，就是你们的右边开始扫到这边来，然后其实好像只有7秒还是8秒，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，让我听到你们热情的尖叫声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哦，找得到我的脸吗？好，1、2、3。在我的 Instagram 上都要存起来。上次有一次就是拍完，然后我要存的时候手机宕机，这是应该不会，这是应该不会。好啦，最后一首歌了。好，什么？真的？你们都知道？那你们会唱吗？这么厉害？好啦，歌词有点多，所以不会歌词用拉的也可以，好不好？让我听到你们声音好不好？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也可以。